鸿运当头，本周财源最好，一日贵人的三大生肖发大财，这种事情不是所有人都能摊上的，但是发点小财还是时不时有可能发生的。本周七天之内，哪些生肖的财运最好呢？属羊人本周临金水旺地，是属羊人的食伤和财源之的，和来财星，是财来寻我的预兆。属羊人运势持续高升，尤其是事业领域能够得到贵人的加持，迎来新的机遇。职场人士在工作领域表现出色，即便是遇到困难，也有人从旁相助，有晋升的空间。桃花运大旺，单身者容易获得异性的青睐，有望结束单身状态。属蛇人属蛇人一路和好运，开启了新的一周。职场人士工作表现出色，事业上进一步释放增长的潜力，容易获得上司的赏识，同事或合作者的助力，有新的发展机遇到来，或可晋升加薪。经商人士适合在这个时间点筹备实施新的投资计划，财运收入获得持续增长的空间，并且能够有非常好的丰厚回报。属龙人属龙人本周生辰伴三合，自身财库被打开，再加上金水旺盛，财运暴涨，职场人士工作表现稳健，进一步巩固之前的积的成果，有新的发展机遇到来，容易获得贵人助力，财运收入水平佳。经商人士有新的投资的计划和行动，以招兵买马，人情处理游刃有余，名利双收。免责声明：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，不代表腾讯新闻的观点和立场。点击收看更多精彩星座节目。And 免责声明：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，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